史学霸灭亡必先使其恋爱。你谈恋爱吗？那就来吧。嗯，都几点了，林星驰还不来。猪猪，你怎么穿着林夕的衣服啊？你好骚啊。我想着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啊，哎，第一次见是要正式点，出来吧。哇，狐狸，御姐，可以个，你有病啊！我怎么有病了？谈恋爱不得先有对象吗？你省省心吧你！怎么走了？你别走呀！吴欣姐，吴欣姐，林星辰，你等等我！你别跑啊！你要是不喜欢，还可以再找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乌鸦像写字台吗？什么写字台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讨论学习的时候。腿牛弹琴啊！你说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嘛？吴宇，他到底在气什么？为了林夕泳装照奋斗的地，算了，今天休息下。你隔一会儿到，咱们先点。猪猪，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。服务员，哎，学长，猪猪，好久不见，最近都找不到你。我上补习班呢。想吃点啥？你有什么推荐吗？先来三杯，一氧化二氢。完了，又来了！水水水，学长，三杯水。再给我来一份，有部分碎块状固态尸体和碎钻石的青绿植物，热度在60度左右的，纯红制作的，纯红色的。回锅肉，他要回锅肉。还是我来点吧。学霸果然不一样，点菜都是这么清新脱俗哈。你能不能说人话？粉末状在校生，粉末状在校生，会员能听懂。啥？说我呢？说我学渣？发小的哥哥嫂子居然是我科的网红 CP， 为了给粉丝谋福利，快操作！你跑过我，不是把我科的泳装唱？我到底哪来的自信？哎，这可咋整啊？猪猪，你刚打些连锁面，考你就上了，我帮你报表。什么考研？银针看得起我？妈，我不考研，我要当记者。可我种本人，诚实就是狗仔。狗仔怎么了？我这100多万粉丝。不都是我狗来的吗？ Nice。 新人们在准备考了吗？新人来马岗，等你改了我的想起都把我辅导辅导。他辅导我还不是死。等等，你刚说啥？住林星辰家不就等于天天有机会拍林夕吗？我还考什么高数？姐妹们等我凯旋。我来了，知道好一点他们在不在。让，哎，这熟悉的地方。哎，书呆子，我住哪？对面客房。星辰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之前的交易全数作废。我跟你切。那个好一点他们呢？他们有个宿舍。什么？我又把自己坑了。